IUL 全称呢是指指数型万能寿险，本质上就是一种寿险产品啊。不过它结合了传统的寿险和指数投资的两方面的一个特点啊，在保障身故的同时啊，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投资机会啊，为投保人额外提供一个附加的利益啊，就是可以参与市场指数的一个表现，从而实现一个更高的现金价值的增长潜力。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了解一下IUL 指数型万能寿险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啊。首先呢，作为寿险的产品啊，它可以提供一个终身的寿险的保障。如果说是一家之主投保买一份啊指数型万能寿险，基本上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啊，实现身故的保障和一个财富传承的一个目的。第二呢，相对比较高的现金价值增长。指数型万能寿险的现金价值与市场的指数呢是相关联的，通常呢参考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指数，比如说像标普500。如果说相关的指数表现良好啊，保单的持有人的现金价值啊也会获得一个更高的增长。一旦提到指数啊，很多人可能会有顾虑了，万一经济不好，指数的表现不好怎么办啊？那我们就拿众所周知的股票指数标普500来举例。在过去的52年里面啊，标普500只有11年的收益是为负，其余的41年的收益啊都是为正值，也就是说赚钱的概率呢大概是在80%以上，过去52年的平均收益呢是为9.7%。指数型万能寿险啊，通常有下保底和上封顶的条款，也就是说在收益为负的年份呢，那么收益呢会按0%来计算，现金价值呢不会减少。如果说指数增长呢超乎预期，但也会设置一个收益的顶限啊，换句话说，指数型万能寿险可以确保现金价值不会因为市场的下跌而出现负增长，即便指数表现不佳啊，现金价值也不会减少。与此同时啊，也提供有灵活的一个现金提取的选项，保单在经过一定的年份之后啊，投保人就可以灵活提取账户的现金价值，只要不超过一定的比例啊，既不会额外收取费用，也不会影响到保额。总的来说啊，作为一个终身的寿险呀，指数型万能寿险既提供了一个终身的人寿保障，也提供有现金价值，并有财富传承的功能。与定期寿险相比啊，保费支付的周期更短，支持趸缴或者是10年支付啊，甚至15年支付，保障的周期呢是覆盖终身。毕竟定期寿险呢是做不到一个终身的保障，与传统的终身寿险相比啊，保费更低，产品更灵活，性价比相对更高。除此以外啊，指数型万能寿险基本上都是美金产品啊，币值更稳定。以上呢就是指数型万能寿险近些年越来越受青睐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你有终身寿险或者说是财富传承的这样一个需求啊，也欢迎与我联系啊，我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为你做出详细的比对，选择最适合你的 IUL 方案。